许探长，你在这款游戏里有16个账号，里面总共有9800万的元宝，名下更有22把屠龙刀、7套神装，包括绿毒开天、吸血链。但据我所知，你每个月的月薪只有2300块，你哪来的钱充值？因为我运气好，爆率高，我躲叫爆神，一刀一爆。